就在刚刚，嘴哥在带货新西兰进口牡蛎精华胶囊时，为了更好的展示产品效果，宠粉的嘴哥也是当场变了一个魔术，其展示效果立马震惊全场。经常是这个样子的，看没有？看没有？是经常这个样子，看没有？看没有，兄弟们？哎，看没有？兄弟们看到没有？哎，你看没有？来，这个样子。哎，好，看没有？我去年就开卖，我去年就给吃了，这玩意儿兄弟们好啊，兄弟们，之前没有货来了，这一粒相当于七个生蚝的量，生蚝为什么男孩子要多吃点生蚝？因为生蚝里面富含大量的锌。有时候就那么这样的呀。OK， 看到没有？新西兰是一个地理环境非常优越的一个国家，他们这边盛产生蚝，一粒约等于七个生蚝的量，每天吃一粒到两粒，一瓶能吃多少钱？一瓶能吃两个月左右。正常这一瓶多少钱？139一瓶，新西兰原装进口，139一瓶。今天在小嘴直播间，一瓶，两瓶。